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呢，有提到所谓的信、愿、行，这三个字又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呢？让我们来解释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郑小姐好。是，师父，这个信、愿、行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三个字啊。那么这三个字背后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？你是不是能为我们说明一下？我先要说明这个信、愿、行三个字的出典啊。是。它是所以修行净土法门，也就是阿弥陀佛法门呢、啊，非常重要的一环呢、啊。信是相信阿弥陀佛，愿学习阿弥陀佛法愿，也相信阿弥陀佛，也发了大愿，自己也要学的阿弥陀佛法愿。法愿愿什么？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阿弥陀佛发了愿呢，说只要有人发愿往生西方的话呢，他一定来接引。所以信信阿弥陀佛，信阿弥陀佛什么？信阿弥陀佛有这样的一个愿力，能够度众生的愿力。愿呢，自己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。这个信和愿，它是互为这个启用的，也就是互为因果。这个行呢，那就是念佛，以及呢修善行，做功德，积功累德，那是行。那念佛，这是就是修行，修定。那看经就是修慧，然后呢，就是对于这个做慈善的事业啦，对于自己的家庭的照顾啊。以及呢，对众生的这个关怀啊，那把自己如何的奉献给所有的众生呢？以及奉献给三宝，让三宝弘扬到全世界啊，利益一切众生呢，这个都是行。所以这个呢，出典就是所以啊，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法门呢、啊，那么其他的。法门是不是也需要信愿行呢？是，这个比较具体，其他的也是应该要信的，没有信，那也没有办法。发愿呢，这个也，这个发愿，一般的叫信，就是信自己能成佛，相信自己是啊需要成佛，而能成佛，也相信呢。一切诸佛啊，已经成了佛的人呢、啊，已经成了佛，成了佛的那些佛，现在正在说法度众生。这相信释迦牟尼佛介绍的，告诉我们的，那就是信佛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信法了，法对我们有益，那相信法对我们有益，我们要相信它了。然后信僧呢，僧就是一个团体，是个清净的团体，我们应该啊相信它，相信它能够对我们有益。能够把佛法传播给我们，能够教我们如何的修学佛法，这是信。那么这个愿呢，愿是要发菩提心，我们叫做发大悲愿心。这个一切的佛能够成佛啊，都是因为发愿的关系。这发了愿就是一个方向，一个大方向啊，大前提有了，从此以后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努力，向着朝着同一个方向继续努力，要有毅力，要有恒心，要不断的实践，这个朝着一个方向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朝着成佛的方向走，那这叫做发愿，也叫发菩提心，也叫发大悲愿。行，那么叫做六度万行，所有一切菩萨做的行为，我们都应该照学的去做。那应该因此呢，有观音菩萨，有大悲，就大悲心，啊，有这个文殊菩萨，有大智心，啊，就是智慧心呢、啊，慈悲心呢、啊，以及大这个大愿心呢、啊，这些呢，全部都是行。行就是说照着实践，那就是也叫做信愿行。这个心愿行呢，跟弥陀经里边，然后
这个净土法门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，是有点不大一样的。是是。那么师父您谈到性哈，那么性有没有它的次第性，或者说有没有不同的阶层或者不同的程度？信仰讲起来是很简单，其实呢也相当高的学问呢、啊。信呢一共有好多种啊，第一种叫做迷信啊。迷信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盲从的，没有原因的，这是人云亦云，人家说好，大家跟着去信。为什么要信？就因为大家信了，我也信了。那这叫做迷信。那一般的人来讲啊，民间信仰，民间的信神、信鬼、信一种啊，所谓怪力乱神，那多半就是叫做迷信。那迷信是不是啊？完全是子虚乌有呢？也不一定。迷信有的时候是一种啊，风俗习惯养成的一个种共同的呀、啊。一种心理的倾向，由这个心理倾向就能够产生了共同的心理现象，由这个共同的心理倾向产生了，有了以后就可能发生了自然现象有一些什么奇怪的变化。嗯，像我们东方人的一种信仰和西方人的一种迷信呢、啊，东方人的迷信、西方人的迷信不大一样的。是，但是东方人的迷信相信说，比如说。我们本省人呢，这四号不能够用，四就是戏呀 啊。那么在西方人呢，十三号有问题。对。那十三号加上星期五更糟糕。那因为是十三号星期五正好是耶稣遇难的日子。啊。因为那个是忌讳的，这是变成禁忌的一种信仰，是迷信。这是民俗的信仰，似是而非，好像有它的道理，但是呢。这种信心，这种信仰，你不信也没有问题，你信了以后可能有问题，那并不是因为真本身它有问题，而是因为信仰的关系。但是说完全没有原因吗？有它的原因，豁然率是有它的原因。但是我们一个正确的佛法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，迷信呢，最好少一点，或者根本不要有迷信。那我下一次呢，再讲正信是什么。是，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。那么也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